你好，我是一艘时间的航船，从未来而来，满怀期待，想陪你一起度过2020年最后的14400秒。我们为你打造高科技机械舞台，呈现精彩纷呈的视听盛宴。我们邀约你最爱的明星，唱你最爱的歌，我们与你一同启航看中国，寻找最不平凡的中国担当。总台主持人为你不间断送精彩、送惊喜。启航2021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跨年盛典启航，欢迎来到启航2021。高燃瞬时集结，嗨翻2021。高燃瞬时集结，嗨翻2021。大家好，我是赵露思。我是扎西顿珠。我是歌手演员唐伯虎。我是简文婷。一起关注启航2021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跨年盛典。12月31日晚，我们不见不散。新的一年，大家一起加油。十二月三十一日晚，我们不见不散。12月31日，启航2021，有我的晚会记得要看哟。着你愿往昔。